我就开心，话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，诗兴大发呀，此情此景我要吟诗吟诵。嗯啊，党的扶贫政策好，现在农村都富了，美丽鞍山欢迎您到这儿，我请你们吃烧烤。谁谁说我请不起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别笑话我啊，我宋晓峰现在我支棱起来了，我现在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村最大的南果梨种植基地那是我的，现在有钱了。要说我们家最有钱的不是我，谁呢？是我媳妇儿金玉婷，人家办了一个养羊畜牧基地，那钱赚的噼里啪啦的，你说有这样的媳妇儿好不好？但是我媳妇儿虽然说好，但是有一样不好，她老不让我喝酒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半年前吧，我喝酒吧误过事儿。这次啊，她出差三天了，这三天吧，我啥都没干，喝了三天大酒啊，太嗨皮了我。这就是媳妇儿不在我称王。昨天吃了一只羊，小酒喝的很疯狂，媳妇儿回来就投降。别动，谁？你小舅子。闹啥呀？媳妇儿小舅子他俩能闹着吗？不跟你闹跟谁闹啊？吓我一跳。姐夫还真别说，这扶贫干部张大姐给送的大黑羊啊真香啊。这大腰子。过来、不是那个羊让咱们给吃了，这个瞒天过海的事儿你办了吗？咱们就是把那黑羊吃了吗？你怕我姐回来发现？我有办法，我弄了一只大白羊，用墨汁染黑了，那家演的像宋小宝似的，黢黑黢黑的。我姐回来她也发现不了。你说我高不？我昨天喝的有点高，来再喝点透透。玩呢，酒在哪儿呢？酒呢？这啥呀？这不是奶吗？就你这智商还想跟我姐斗呢？啊，这是羊奶瓶子里边兑的小烧。哎呀，偷梁换柱啊，这是啊？来呀，喝吧，来吧。你等会儿，你确定我姐是明天回来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扶贫干部张大姐帮我家找到了羊的销路啊，你姐在省城学习呢，明天回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姐要是知道我把那羊给烤了，回来肯定把我从养殖场开出去。别说了，你姐要是再发现我喝酒，就得从家里边把我开了。今天晚上就是咱们最后的狂欢，就 happy， 开整啊！等会儿，你这里边没放点枸杞啥的呀？放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你看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白酒里面泡枸杞，枸杞难挡岁月刀，大羊腰子配小烧吗？哎呀，我们是什么？姐夫小舅子。这酒怎么喝？干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战斗恩卷大葱，过来、啊、你俩给我站这儿。媳妇儿，你之前站这儿，别废话，拿瓶那个手举过头顶，高，有样吧？一动不许动啊，姐，一动不许动，姐。这老这举着像打地流似的，好吗？这玩意儿啊！别废话，来，让我看看，
你们这瓶里头是啥？这羊奶。羊奶。啊。撒谎惩罚可翻倍啊。不是翻倍啊。树林啊，你太损了你呀、啊。媳妇我跟你说，他把这玩意拿来了勾引我，我连看都没看，一口没喝。姐夫，我才发现在坑小舅这方面你这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这是。别废话，拿来。你的拿来。看看是干啥呢在家。哎呀。酒啊啊啊！不是酒吗？这不，呀，真不是酒啊！真不是酒。你想干啥呢？啊，没事，我这给你擦擦鞋嘛。你跪地下干啥呢？啊，我两只都擦完了。啊，我擦的地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看你，宋晓峰。哎。我问你，你真戒酒了吗？啊！你真戒酒了？啊！我戒的不对呀、啊。对，那能不对吗？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姐夫在戒酒这方面，那气质绝对拿捏的死死的，我都服他，说戒就戒了，现在再提酒这都打嗝。你看看，那叫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媳妇儿不让我喝酒。美满生活天天有，上前就把媳妇儿搂，流着眼泪劲儿，痛快走。媳妇儿，我想死你了，你勒死我了。哎、行了，你俩搁这勒吧，我走了啊。你等会儿，树林、啊，你这样，那什么，我昨天晚上啊工作了一晚上没睡觉，我特别困，你在这再替我陪会儿你姐夫，再聊会儿啊，我回屋休息一会儿。啊、谁也别影响我。媳妇儿，你放心，就你那呼噜。只能影响到别人。睡会儿觉，哎呀，走了。哎。过来，坐下。太快了，这呼噜这家伙如雷贯耳的。不是，这怎么不是酒啊？我知道了，这个酒我是让小虎灌的，这小子肯定偷摸把酒喝了，给咱俩换的羊奶，太损了他。谁偷摸了？我发现你俩现在出人有问题，平常喝酒都咱哥仨一起喝，今天你俩吃独食儿，是不？另外树林你啊，你是不是这两天喝酒喝蒙圈了？你到现在没缓过来呢？你告诉我，把酒倒奶瓶里，你把奶拿走了，酒落这儿了，你拿我当吃独食的人呢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说我这脑袋啊，喝完这玩意儿，你俩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？啊，你小点声，嫂子也没在家，你怕谁听？你听听，嗷嗷的。回来了，刚回来，没有事儿啊，吓我一跳、哎、我跟你说啊，就我姐那叫打雷都打不醒，还还还，你不信我给你试一下 啊，姐啊，我们要喝酒了，你看根本听不着，干啥去了？干啥呀？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走，你那还喝还是不喝？别得喝呀，咱们临时开个会议啊，你听我说啊。你嫂子走三天，咱哥仨呀连喝了三天大酒，还把羊给造了。一会儿你嫂子醒来之后啊，她得问你们，咱仨口径得一样，把这谎得给她圆上，听见没有？嗯，那不骗人呢？这不是骗人，这叫自保，听见没有？你嫂子知道我把羊吃了，喝酒我就废了。啊，怎么样？一会儿你嫂子要问你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吧？如果问你，周一，小虎，你们干啥了？周一咱仨喝大了吗？你非要跟那大黑羊拜把子，那大黑羊一看你这成何体统啊，帮给你顶个跟头，你一生气告诉你把他烤了。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了？你说的对吗？那不对吗？不对，你听人家咋说的。周一咱们干啥了？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。听着没有，听着没有，
简单明了，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。你看看，那我明白，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周二咱干啥了？周二你最有正事儿，你去的羊圈。对了，接说说个说说。你还要跟那大白羊拜把子，那大白羊一看你喝大了，给你面子，没顶你。就这么笨，你怎么的？人家手把手教就学不会吗？啊，那咋整？对，周二干啥了？继续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。你看看，这么简单明了，就这么事儿，你就学不会，笨到家了你呀、啊！我现在懂了，你要这么说，是你没说明白。站起，峰哥来，你问，问问问。周三咱干啥了？继续研究母羊产后护理。你拉倒吧你！一个母羊产后护理三天呢？啊？那得几天？他研究两天都没事，我研究一天就出事了，你就差那一天干啥呀你呀、啊？你真是我活爹呀、啊！爹，你坐着了，爹，不气人呢吗？你们，你这智商啊，是不能愈合了你呀、啊！来，听我的行吗？行啊，听我的，周一和周二就按照那个树林说的，好不好？研究母羊的产后护理了。周三听我的，跟我学行吗？周三啊，行，注意跟我学啊。周三我们放羊了，周三我们放羊了，遇见一只母狼了，遇见一只母狼了，我把母狼打跑了，我把母狼打跑了。姐夫，你算没好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就瞎改词儿呢？是，正规词应该是我们的羊群得救了。我姐在你身后了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母狼，母羊，不是，那个媳妇儿，你睡醒了？是，我把自己震醒了。姐夫，圈套。对呀，圈套。小伙，哎，你继续说，第三天干啥了？第三呢？第三。小伙。在我们养殖场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从来都不撒谎。接着说，第三天干什么了？你这明显的，你就是紧张了是吧？来，树林，来坐下，咱们倒点酒，喝点酒，放松放松，边喝边唠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等会儿啊。行，你临走的时候不说的不让我姐夫跟我们喝酒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说了吗？他还是说你说的。宋晓峰。哎，走以前我不是特意交代你了吗？你可以喝酒，说了吗？还可以吃羊，没说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？你再想想，我没说吗？啊，忘了，这咋能忘呢？这不扯起来了？我的妈，这两天把我折磨的，还搁这装呢，又灌羊奶，我的妈呀！拿错了，刚才酒在这袋里呢。哎呦我的妈，他净忘正事儿，这扯不扯？整这半天，这腰子都硬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不扯呢？来，哎呀我天哪，这扯呀！你看，你给我留一。你干啥呢？我擦地呢，我。你过来，坐这儿喝点。不玩呗？来。不是你这什么记性啊？这谁呢？喝，给我整紧张了，喝，我吓坏了。咱俩先干一个。你俩先干一个，行。来，干！你不喝呀？哎呀，恶心！小伙，来，这回呀，我单敬你一杯。来，单敬我呀？对，我赞助。来，你喝一小口就行哈，别喝多。来，嘴急，举杯必须干。小伙。你看啊，其实喝多酒吧闹点笑话，这属于很正常，咱们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、啊、那你说吧，第三天干啥了？那你第三天干啥了？那我还得自罚一杯，是吧？我赞助。来来，嫂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第三天是最开心的一天啊、哦、啊！第三天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哥仨全都喝大了、哦、咱去汤岗子泡的温泉，对不对峰哥啊？峰哥也没跟咱打招呼啊，
看那个有个大池子，一个猛就钻进去了，那里边50多度啊，那给烫的像小胡萝卜似的。后来他就喊服务员来一瓶冰镇矿泉水，我以为他要喝呢，这家拧开咕嘟嘟嘟嘟嘟，他跟队里的一瓶不行，再来一瓶，又来一瓶，叭又给队里了，一共兑了67箱半呢，愣把温泉兑成冰泉了，你说气人不？哎，这还不算啥啊，那经理真给峰哥面子，找了8个保安给峰哥从池里给捞出来了，要不然那就冻成冰雕了。树林你咋不笑呢？有意思吗？没意思吗？后面找笑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姐啊，以后再去汤岗这一带打听宋晓峰，没人知道，你提送三炮全认识。三天泡一回呢？一天泡三回。他那小脸泡的多嫩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回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姐夫啊穿4套衣服回来的，没有一套是他的，他把别人衣服全穿回来了。我估计那4个人现在还在温泉里泡着呢，我那都得泡敷弄了。就有一个事儿我没整明白，哎姐夫，就那小孩游泳裤衩就这么大，你是咋给穿回来的呢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穿回来的，我当口罩给带回来的。我哎呦我的妈，那玩意儿就是，那你咋带回来的啊？他们有俩桶啊，往耳朵里挂，没说前边还扛风呢。哎呀，你真……哎呦，我太搞笑了，妈的！别笑了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啊，我问你们，有那么好笑吗？邓小峰，我接着问你，我刚才回来路上路过那羊圈，我看一个羊站的浑身淌黑水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那他那个羊有可能是热的黑色素排出来了。你可别扒瞎了，那大黑羊不是让咱们给吃了吗？你怕我姐发现吗？我弄一个白羊染的墨汁吗？别笑了。你们把黑羊吃了？嗯，那个黑羊可是扶贫干部张大姐送给咱们村的种羊啊。我说那腰子咋那么肥呢？行，那既然你们几头蒜啊这么好吃好喝，那我就再给你打2斤酒，你今天使劲喝啊。 OK， 媳妇儿你别走，我给你打酒去。我不喝了，我出来不行了。别整没用事，煽什么情啊搁这呀？啊，你不都说了吗，让喝让吃，你搁这老老作秀呢，一天天的。你虎啊你呀。嗯，你姐她爱说反话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她要走听不出来吗？峰哥我听出来了，滚一边去。媳妇儿你别走，你给我坐下，你给我坐下。你们仨给我坐好了，听我跟你们说两句话。嗯，不生气。你们知不知道人家扶贫干部张大姐到咱们村里多长时间了？3年了。
媳妇儿，那我们能做点啥呀？做点啥？自己犯的错误自己圆，去把那只羊给我洗白了去。哎，这个我行。这个咱把羊哈拉到唐岗的温泉，往池里一扔，一下洗白白净净的。走。擦地吧。你别丢人了，你别擦地了，你做首诗吧。啊。脱贫的路上把手牵，扶贫干部不一般，千年的伟业要实现，美满生活在今天。好，亲爱的扶贫干部们，我代表受到您们帮助过的农民朋友在此给您拜年了，祝您们身体健康，好，心想事成，好，鼠年大吉，好。你不会说话呀？万事如意，好。